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大家好，咁啊到鬱敏踩場時間，今日就真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就2021年嘅8月16日，呢個塔利班咧就全面控制阿富汗啊。咁喺大家睇到頭先嗰段片咧，就即係嗰啲撤橋嘅，即係西方嗰啲撤橋嘅飛機啊，包括美國啊或者其他國家都有啲即係飛機去到呢一個喀布爾啊，去接載佢哋啲僑民啊，要撤橋啊。撤軍就未撤得完，而家要撤橋，咁嗰個機場嘅混亂情況，咁於是就好多人都會即係好自然就諗起即係呢一個即係幾十年前1975年嘅4月23日西貢啊，南越首都西貢陷落嗰一幕啊，即係淪陷嘅一幕啊。基本上咧睇翻咧，即係歷史就真係重複嘅，一模一樣，又關美國佬事啦，啲人又係美國佬係嘛？咁你當時嘅南越政府又一樣係貪污腐敗，又係到最後潰不成軍，係嘛？越共同呢個塔利班咧就即係好相似嘅，好多地方都。咁我哋今日咧就冇時間去講呢啲啦，係嘛？咁啊，主要針對而家嗰個最新嘅狀況啊，咁我哋今日都可以即係根據手頭上即係已得嘅資料，可以做一啲簡單嘅分析。因為即係我哋今日做節目，咁如果你唔講阿富汗嘅局勢，屌人哋即係～看你的節目托咩真係啱唔啱啊？呢、這個即係我哋做新聞嘅有個新聞觸覺，咁自然就講呢啲啦，係咪？大家鬥快，咁啱啱係我，咁我梗係快過其他人啦，變咗會係嘛？咁冇所謂嘅，大家跟住落嚟會睇到好多分析啊、報道啊、紐約時報啊、BBC 啊一大堆，係嘛？即係睇到你眼都花㗎啦，可以係。咁但係目前我哋睇到嘅，即係講一啲客觀嘅事實，而家發生嘅，然後可以根據呢啲客觀嘅事實咧嚟做一啲簡單嘅分析。咁大家又可以繼續啊，即係關注呢件事。雖然好似離我哋冇雷公咁遠，咁但係諗深一層，即係我哋自己都即係會覺得嚇、啊、感同身受嘅。呢啲同共產黨都有關嘅，係咪？共產黨最開心啦，而家係咪？即係塔利班可以講話，喂，重重咁樣羞辱美國兩個總統，一個咧就係 Donald Trump， 一個就係拜登，係咪？因為喺 Donald Trump 嘅任期任內咧，佢要撤軍啊嘛，係咪？呢個係佢選舉嘅承諾嚟噶嘛，咁佢要兑現呢個承諾，佢要撤軍啊嘛，係咪？好啦，跟住到拜登，你喂遲唔撤，早唔撤，喂五月份，喂。你即係話俾呢一個塔利班聽，你好嚟啦，咁即係咁樣啫嘛。其實就係係咪？所以呢兩個總統其實都要負一個責任。無論你係 Donald Trump 嘅 haters， 或者係呢一個拜登嘅 haters， 大家都大把嘢可以講噶啦，係咪？兩個都有問題，你可以兩個都鬧得噶啦。而家變咗，跟住落嚟大家可以睇到嗱，台灣我哋最先睇到嘅反應咧，就係藍營嘅人就即係。警告呢一個民進黨政府嗱，美國係靠唔住嘅，民進黨你唔好死抱美國嘅大腿，係咪？終有一日個下場就好似阿富汗咁啊！咁當然啦，你要數歷史，唔好講呢個南越啦，係咪？即係唔好講南越俾美國佬賣咗啦，中華民國俾美國佬賣咗好多鑊啦，係咪？所以有時即係國際政治邊有道義可言咧？全部都講利益噶嘛，係咪？即係我成日講嗰八個字。勢傾則絕，利窮則散，係咪？大家睇到而家最新個發展咧，就係聯合國安理會喺香港時間禮拜一，即係今晚嘅10點召開緊急會議。即係我呢個節目而家講咗4分鐘，係咪？咁即係聯合國而家應該就召開緊急會議，聯合國嘅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嗱，呢個就係聯合國安理會，係咪？咁個緊急會議當然就商討呢個阿富汗嘅呢個最新嘅發展。好啦，西方國家而家最新嘅反應係咩呢？英國就呼籲國際社會就唔好承認呢個塔利班係阿富汗嘅合法政權。唉，即係多鳩魚啊！我認為啊，咁啊，俄羅斯咧就觀看，暫時唔會承認，暫時唔會表示承認
呢個塔利班政權。喂，佢而家不流血咁樣攻佔咗呢個喀布爾，進入總統府，跟住佢就整個臨時政府，咁就梗係接收個政權㗎啦，成立新政府㗎啦，係咪呢個必然㗎嘛？咁到時你承唔承認啊？你話俾我聽係嘛？咁當然啦，西方國家可能就即係都仲有一段時間嘅有排諗，跟住就可能要經過好多談判啊，諸如此類啊，咁啊大家可以即係可以觀察落去啦，係咪未來嗰個發展？咁英國咧就呼籲即係其他國家就唔好承認呢、這、一個塔利班政權係一個合法嘅阿富汗嘅政權。咁俄羅斯咧就話暫時唔會承認塔利班政權，係嘛？咁但係咧，即係早前咧，大家睇到即係一張都嚇，即係好有趣嘅圖片，就係王毅咧會見呢個塔利班嘅代表團嘅圖片啊。咁即係大家惺惺相惜咧，大家都係恐怖分子，屌你！即係講句難聽啲，係咪惺惺相惜？嗱，塔利班咧，即係去見過兩個國家嘅外長。在他即係要發動呢個即係全面嘅戰爭，唔係即係其實已經發動嘅啦，即係要計嗰條數，有機會啊懟冧呢個即係阿富汗政府。咁佢見兩個外長，兩個國家外長，一個咧就是中國外長，一個咧就是俄國外長。所以如果我頭先話今次嘅事件係即係重重咁去羞辱，即係或者有啲人形容呢個叫終極羞辱，係咪？咁你仲有咩嘢做啊？你美國係嘛？你都撤軍啦，大佬係嘛？終極羞辱你兩個總統，一個咧就係主張撤軍係嘛？然後喺佢任期即係結束之前啊，即係完成呢一個即係承諾嘅係嘛？跟住到拜登咧，你等於計字術士啫嘛係嘛？其實唔好話講拜登或者 Donald Trump 啦，就算奧巴馬時代，佢都係準備要撤軍㗎啦係嘛？呢、這個撤軍已經是美國的政策嚟嘅，可以告訴大家聽。咁佢計個條數就係、是：喂嗱，如果大家講掂數，撤咗軍之後係嘛，即係你阿富汗唔會亂嘅，咁佢咪撤咯，即係咁解啫嘛。其實係咁最有趣嘅咧就係、是、Donald Trump 咧就係喺呢個喺佢即係任期。應該是去年二月啦，就同呢個塔利班就達成嗰個多哈協議，係嘛？咁就其中有一條條款咧，就係、是、要釋放五千名塔利班分子，就交換一千名阿富汗嘅即係俘虜啦，係嘛？咁其實跟住落嚟就佢，即係因為佢要兑現佢嗰個即係選舉承諾啊，咁啊跟住就要做啦，係咪？咁然後到呢一個拜登咧，佢。等於係咪計字術士先？即係意思，你係要完成咗呢個上一任政府嘅啊，因為嗰個協議簽咗之後，你嗰個繼任嘅政府你就一樣要去做噶嘛？呢個必然噶嘛？呢個係一個國際協議嚟噶嘛？即係我講翻話，其實今次咧可以講話搞到你拜登措手不及嘅呢一次係嘛？咁美國其實佢哋嘅諗法一直以來都係咁樣嘅呢、這個。阿富汗戰爭由美軍入咗阿富汗到而家將近二十年，係嘛？咁老實講，今日呢一個結局咧，有好多人都預見嘅。老實講，係咪？咁但係加速咗嗰個事件咧，就係即係加速咗呢、這個即係、就是、阿富汗政權嘅崩潰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啱啱上任嘅拜登冇幾耐喺五月份咧，佢就宣布即係話要全面撤出戰爭。佢仲係喺呢一個九一一，即係二十週年之前，係咪就宣布要全面即係撤軍？咁你咪即係俾呢啲第一喺美國嚟講，等呢啲美國嘅即係大兵可以翻屋企同家人團聚啦，係咪喺美國嘅立場嚟講，係咪？咁但係呢個決定咧，你就衝擊咗呢個阿富汗政府。究竟佢同阿富汗政府？佢點樣去協商去解決呢個問題咧？係咪？咁如果你全面撤出呢個阿富汗，咁塔利班，你即係話，喂塔利班就喂就照舊係咪？繼續俾你呢一個加尼繼續做總統，係咪？阿富汗嘅政府係咪？同埋其他嗰啲即係軍閥係咪？呢、這個
即係大家嗰個團結仍然可以即係冇任何嘅衝擊，冇可能嘅事嚟嘅。呢、這個基本上係係咪？所以即係今次可以講話拜登呢一個咁嘅決定啊，同埋你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咁你有冇諗過個後果同埋啲後續嘅嘢？你應該點樣做咧？唔係淨係話哦，我哋冇辦法再花咁多軍費㗎啦，大佬係咪？即係國內嘅輿論都鬼曬咁嘈，頂得順啫？喂，講緊係以兆美元嚟計算嘅，係咪？萬億美元嚟計算嘅，咁你話點頂得順啊？係咪？繼續做呢啲嘢係賺衰嘅，老實講亦都係事實，係咪？咁但係呢，即係前總統2019年同塔利班簽署個和平協議，咪又一樣？大家你美國有咩渣拿咧？冇㗎，美國就關人嘅啫嘛，其實係講佢難聽啲，係咪？咁你自己搞掂佢啦，等於係係咪？即係當初對美國嚟講，啊，發生911係咪？2001年911事件，咁咪就係、是、即係全國震驚，跟住就慶啦嘛，係咪？咁你將蓋達即係同呢一個即係塔利班就當係同路人啊嘛，就搞掂咗拉登啦，拉登嘅繼承人又俾你搞掂埋啦，係咪？咁佢好簡單啫嘛，係咪？佢美國嗰個底線就係佢避免即係美軍撤退咗之後，咁呢個蓋達組織再同呢個塔利班可以再結盟，然後卷土重來，係咪？咁令到呢個阿富汗咧就成為呢個即係恐怖分子或者恐怖主義嘅嗰個天堂，係嘛？或者庇護嘅天堂，係嘛？所以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咪成日同卡特啊、巴基斯坦啊同埋其他周邊嘅國家，大家慢慢喺度傾咯，係咪？就希望咧，就係可以鬆容退場，就唔好話因為退場之後就令到阿富汗個局勢咧就更加混亂，就咁樣啫嘛，咁就搞掂啦，係咪？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即係、就是、Donald Trump 同呢個塔利班簽署嗰個多哈協議啊，裏邊嘅一啲基本共識嚟嘅，但係塔利班係唔會遵守噶嘛，大佬係咪？佢喂佢呢啲係意識形態掛帥，基本教義，大佬係咪？喂嗰、那個先係最重要噶嘛，咁佢同啲虛意委夷，咁我喂喺形呢種形勢底下同你簽呢個多哈協議，咁但係佢唔會遵守噶嘛，係咪？更何況個多哈協議，就算有啲地方佢又可以遵守，有著數嘛？你幫你5000換1000，屌咁我又多咗5000個，喂嗰啲5000全部打得噶嘛？係咪啊？嗰啲可以死得噶嘛？可以打得噶嘛？佢梗係有著數，梗係有咩所謂啫？仲有佢有一個立論好得人驚嘅就係、是，喂你美國或者外國軍隊未完全撤走之前，係嘛？呢、這個協議就冇得生效嘅。佢個講法就係咁樣，大條道理係嘛？佢就唔使遵守呢個協議噶嘛，係嘛？所以佢就變咗會拉攏其他嗰啲盟友，係嘛？咁仲有頭先我提到嘅，喂，之前去見呢個中國外長同俄羅斯嘅外長，係咪？所謂何事呢？係咪？咁呢兩個國家同美國嘅關係都係惡劣嘅嘛，特別係中國，係咪？所以呢單嘢咧，而家即係中俄梗係即係揞住嘴笑啦，係咪？咁啊，美國又一次挫敗，係咪？咁亦都又再證明佢哋所講嘅，嗱，你美國成日搞埋呢啲嘢，到頭來咧，係咪？你又傷人又傷己，咁而家就丟人現眼啦。咁嗱，大家可以睇下啲即係親共嘅媒體嗰個報導，係咪？包括台灣都係，係咪？即係當然，美國人即係喺過去嘅歷史話俾我哋聽，係咪？佢去干預內政或者出兵，係咪？咁到頭來咧都係灰頭土臉嘅，呢個係事實。係嘛？咁但係即係又係毛澤東嗰句：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你阿富汗40年戰爭，人民嗰個離亂啊，40年係嘛？唔係淨係因為外國勢力，你自己本身國內喂，好似而家呢個政府貪污腐敗，點解咪同當年南越政府咪一樣係嘛？同阮文绍嘅政府咪一樣，係嘛？呢、這個總統而家有消息話，那個俄羅斯外長話佢即係帶住啲錢上飛機，裝唔曬跌咗啲落機場添，有個咁嘅新聞啦，我正話睇到嘅，休息一陣。